战如松，功夫宝宝棒棒棒，昂首胸，折如松，快如风，功夫宝宝棒棒棒，快乐冲冲冲，抱拳，冲拳。我是当当，嘿嘿嘿，我是小嘟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当当，今天我们画什么呀？当当当，想知道今天画什么吗？唱完当当歌，你们就知道啦。你，就是你，快和小嘟嘟一起来唱当当歌吧，当当当。要使劲敲啊！是孔雀，小朋友，你见过什么样的孔雀呀？小嘟嘟见过好多孔雀，孔雀开屏的时候最漂亮了。孔雀开屏是这样的，孔雀开屏是这样子的。我是一只粉色的孔雀，我是一只漂亮的小孔雀。当当当，你们太棒了，现在当当要开始涂颜色了，我们快开始唱当当歌吧。啊、哦、又要开始唱当当歌了，要使劲敲哦，准备好。小朋友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孔雀呢？快给你的孔雀也涂上颜色吧。哟呼，摩尔来了，摩尔来了。哦，快看呐，龙儿小朋友在给孔雀涂颜色呢，真是一只漂亮的孔雀呀。看这，我的孔雀是彩色的。爷爷，小朋友，你好啊！你好。
圆圆把孔雀涂成了蓝色，好漂亮啊！这是我画的孔雀，是蓝色的。什么呢？好认真的样子啊！这是我做的孔雀，你们喜欢吗？当当当，藏猫猫的游戏就要开始了，我们选哪一只孔雀和我们一起玩呢？一二三，三二一，选呀选呀就选你。现在藏猫猫的游戏就要开始了，快来吧！当当当当！哇！小朋友们，快来和小嘟嘟一起玩吧！当当当当！完了哈。
小嘟嘟，你太棒了！小朋友，你们也很棒哦！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再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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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，爸爸。我爱你，妈妈。瞧，小朋友们把美丽的颜色都装进了画里，他们把红色装到哪里了呢？让我们到画里去找一找美丽的红色吧。太阳是红色的，树上的果实是红色的，小房子是红色的。小兔子也是红色的。
棒了，你们把美丽的红色找到了，你也快把红色装到你的画里吧。伸出你们的手指，和红果果一起来学这个敲小鼓的儿歌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啦。嘿嘿，快点伸出小手指头，我们一起敲小鼓吧。好，一起来，咚咚咚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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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小鼓咚咚咚，我的小鼓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。哇，兔兔你真棒！小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学会了吗？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。好啊好啊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唱吧。咚咚咚咚咚。我们一起来敲小鼓吧。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，我的小鼓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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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，我们再来敲一次吧。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，我的小鼓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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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，我的小鼓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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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一起来敲鼓吧！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，我的小鼓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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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，太好玩了，我们再来敲一次吧。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。一只海星，快看，又来了一只章鱼。海星，章鱼，海星，章鱼，海星。水草后面会是谁呢？章鱼。章鱼先生，是你吗？哇，答对了，小朋友们太棒了。章鱼和海星都在为你们跳舞庆祝呢。
来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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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了，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了，鹏鹏好高兴，快让鹏鹏来看一看吧，让摩尔看看，让摩尔看看。朋友的来信呀，让摩尔从里面选一封吧。哇，选谁呢？不、哦，我选谁呢？选谁呢？哦，我选你吧。不、哦，不不不，还是选你吧。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爱吃萝卜，爱吃菜。蹦蹦跳跳真可爱，哈，小朋友们你也快来联系我们吧，给蹦蹦写信写封信，给蹦蹦发呀发邮件，关注微信微博二维码，再来官方网站看一看，嘿嘿嘿，快来联系我们吧。妈妈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朋友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鹏鹏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托托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嘟嘟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，我们